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你哋头先嘅歌曲去到最后有两首，究竟个结果系点样呢？而家立即唱票。首先有请 A 区。你好，我是 A 区的西瓜。你是你本身的传奇，716票。女神，783票。B 区。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in。B 区的票数是这样的：你是你本身的传奇，761票；女神，916票。C 区。Hello， 这里有 C 区的阿玲。你是你本身的传奇，652票；女神，1029票。最后一区 D 区。大家好，我是余迪伟，好紧张，好像这张纸就有结果咁样啦。你是你本身的传奇，743票；女神，974票。俾我哋全场人一起为你加冕啦，女神郑欣宜。除此之外，亦都请埋曲词编监一齐到台上边一齐接受呢个殊荣，包括 Wyman、蓝奕邦、真噶、何山、孔奕佳。Thank you so much。喺度，唔該曬 Rita 幫我哋頒獎，唔該。好，有咩得獎嘅感言？我漏咗多謝啲人嘅。咁呢首歌，其實係一個團體嘅合作嚟嘅。雖然我算係叫做發起啦，咁但係我覺得唔同嘅創作人之間嘅互相交波射球係令到呢件事好美妙嘅。我有呢個 idea 之後，我好多謝阿邦。你加入了呢個選美的旋律編曲，係令到呢首歌呢件事提升曬，係畫龍點睛嘅。咁當然亦都要多謝其餘啊何山、其餘嘅隊友一起幫我哋將呢首歌做好。我是一個其實陰暗面很強大的人，所以我成日都提自己對人好啲啦。你啲仔女可能會受惠嘅。我好開心可以企得翻上叱咤呢一個台。我喺度要多謝過往呢兩年所有幫過我、關心過我、為過我打氣嘅所有朋友，無論係歌手朋友、業內嘅朋友，或者你係我身邊嘅朋友，陪過我，或者幫我的醫生，甚至乎是任何在 Facebook、IG 留言叫我加油，或者你們在街上見到我走過來跟我說林奕邦加油，我多謝你們每一個的說話，因為少你們一個我都未必撐到今時今日。多謝77903，因為我今年原來我寫了15年，我終於寫到一首我最喜愛的歌曲。咁啊，好開心！多謝叱咤咁多年嚟對我音樂上嘅支持。我要借個機會多謝翻我唱片公司環球唱片，因為我呢兩年我唱唔到歌嘅時候，佢哋一直都非常 support 我。佢哋話：林奕邦，你隨時 ready 嘅時候，
你告诉我们，我们会继续帮你们重新出发。其实今晚我坐在这里看这个颁奖礼，其实我很挂着唱歌，我很羡慕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唱歌。我很希望2017年今年我可以上台唱歌。还有多谢家人，多谢我爸爸，多谢我加拿大舅父一家，还有今年我很特别要多谢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一年他在我身边出现，其实他见证女神整件事的诞生的。多谢他在我最差最坏的时候选择跟我一起。多谢他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给了很多正能量，给了很多爱我。多谢我的另一半。I love you。同埋最后在这里多谢这个团队，多谢慧文，多谢 Edgar， 多谢何山，同埋多谢我最喜爱的歌手欣怡。你点都要讲几句啦。我六年前咧，企喺呢一个舞台上边咧，攞咗个女新人嘅铜奖噶，新人铜奖嘅。我记得嗰一年咧，我翻到屋企咧，对住四埲墙，冇人同我庆祝。但系咧，我今年咧，我觉得我赚到最开心嘅，唔系净系呢一首咁正嘅歌，系一班好正嘅朋友，一班好锡我嘅人。我知道我今晚回到家一定有好多人和我一起慶祝 Yeah 開 Party Yeah 多謝投票的你們 Yeah 完恭喜曬女神，也都恭喜曬台上面這麼多位造神者，再一次給掌聲這麼多位 Thank you。 今天我們的獎項已經全部頒曬了，在這個時候也都請叱咤903所有的兄弟姐妹出來好嗎？希望大家记住今晚，直到明年再见，拜拜。